这个不是不合理，我送金，送金做的太好了。主要是呢，你看何总带我太近了，我能试着进过来，你过来以后我能试不着。他说的专业的现在是不知道如何的，但是因为这个另一个班就是知道嘛，听说咱不是拿回一个通话卡嘛，反正就是了。绿道这种。他已经设了，人家真正的。但是他这把有可能是他的银行工资，那就别开始的，可能不是的话，这边开始出不到，不到零钱。那如果要不是、这个正好，不是，那这里那个叫你是啥子？对，那个贷款一万过的话，这里那个钱是，在这儿了。你能不能印证我那个信用卡？啊，真的。我这个钱啊，不带零钱啊。这没使劲的。我已经提前收了，没收。我说如果叫人确实是不承认话，都不是这个事。光的吧你。